大家吉祥如意，身心安康，早安。好，我们继续研讨广论的毗婆舍那啊。那我们上次啊，进度在498页啊，第三行开始哈。那我们上次这个科判呢哈，在那个我们回到科判呢，就是讲那个前面哈，第二由此过不成哈，这个在很前面。这个就是对于啊那个486页破执啊，这个破执呢啊就是要破那个秩序以下的执。那对秩序以下呢，认为相分就是等于有自信啊，其实有自信是没错啦啊，那不能是有力量，就有自信本身是这个名称是对的。但不能把有相分就有相分立分就变成让心啊了解啊，这一分呢是因成分要破的，有力量这一分要破的，但是相分有自信是对的，但是这些把讲自信他把它当成有力量就错了，那有力量是变自信成立，自信的体系没，但如果变成这个相分或尽有力量就变自信能力啊，就是自信成立，让心去了解它，要需要靠静的力量才能够了解，这个叫成立啊，了解的方式，啊，不是相分所缘境啊，这个两个要分开，啊，但是呢，这个秩序派没有分开哈，那应成派也不知道怎么分开，好，这两个都变系统要讲哈。那这里在讲跟秩序不同，意不因理，欲不相同，那意不因理呢，重点在讲那个啊真实意，啊对自信成立的内涵。在一个圣义地里面的显现境来说，中观秩序、中观应成都是无真。从显现来讲呢，是无相，这个是相同的。但对于圣义理之量的所破不同，因为缘起不同。中观秩序是用心跟境互相关待缘起，所以破地时成立。它境还是有力量的，但是也要心主动去了解它。所以呢，两方都要，所以呢，静有力量这一分自信成立保留，那对呢，静100%的让心被动了解个地势成立，要是秩序要破的，啊，所以它破的是破地势成立。那一层派呢，连虽然是静有自信自相也存在哈，但是呢，它是没有力量，完全由分别心在掌控，所以变成是为分别心假名安立的缘起来破静有力量的自信成立。所以从圣义地的显现来说，两方相同，秩序跟应成，因为都是无遮无相。但是所破呢，缘起不同，所以所破不同。所以从内涵来说，应成派是破自信成立，那秩序派是破地势成立，但保留自信成立。从内涵来说，空正见，空正见的那个对境的空性不同。再讲欲不同，489页。那489页呢这个欲呢，这个中大师是用那个总相别相，但是讲的不清楚了哈。那重点呢，一般我们讲的欲是什么欲呢？例如说秩序派会用那个魔术师那个用魔咒术，然后让观众产生迷惑由目识见到相嘛。所以呢，这个那个因啊，那个目识必须要找得到，所以没有目识就没有办法变成相嘛，所以目识要走得到，所以变成那个目识的有力量，加上魔术师的咒力也要有力量，所以有目识的因啊，加上咒力的缘，然后产生幻象，看到相嘛的幻象。那这个部分呢，所以必须呢那个咒力也要有力量，还有那个目识也有力量，所以变成有自信成立的欲。那一层派讲的欲呢，就是讲花神不是蛇。所以花神呢它没有力量变成蛇，那这个用颠倒式来说，这个有时候是不合理的哈，应该用这个名言量，应该怎么用应成派才对呢？应该说花神的颜色形状没有力量让我知道它叫花神的名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花神的名称都是要靠分别心去意念，如果没有分别心意念，你过去熏起它叫花神名称，没有意念它，你就不会现起它叫花神的名称。所以掌控呢是在分别心的意念。
那最后呢，大的都没说过了，这是我自己说的了哈，大的都没有说，所以要分别心的意念才意念就哦，它叫花神的名称，所以重点在分别心的意念。虽然花神的颜色形状存在，但是100%力量要靠我想意念，它叫什么？好，所以就变成唯分别心想名力。那境虽然存在，例如说花神颜色形状存在，但是它没有力量让我知道它叫花神的名称。100%是唯分别心意念在掌控。那这个呢，大德都没有说清楚过，因成败都没有说清楚过。那引花神不是蛇，这个是错误的隐喻例子了。因花神本来就不是蛇啊，那个还要你分别心？为什么要讲那个无自性成立呢？因为这是颠倒，这是个世间人都知道的啊。那世间之道呢，变成我了解花神不是就证得啊，你们应成派的空正见的生义谛喽。我了解龟毛没有毛，就已经证得应成派的生义谛喽。我了解兔没有角，就变成应成派的生义谛喽。同样的喻嘛，那世俗人都知道兔没有角啊，那个角上的角，那龟没有毛啊。那这样世俗人的世俗谛就变成以世俗人的生理世俗名量，就证得你应成派的生理之量喽。所以这样说不过去吧？哦，如果用这个喻来或说的话，大家也知道啊，大家知道花神不是蛇啊，大家知道龟没有毛啊，大家知道兔子没有头上的角啊，那这样的世俗人都证得你应成派的生理谛无自性成立的内涵喽。所以都喻呢讲得很奇怪啦。应该是说，花神的颜色形状没有力量让我安立，它叫花神的名称呢，是靠唯分别心意念主动来掌控的。这个一直应成派没有说明过，所以变成很多喻很奇怪。所以两个派的喻也不同啊。那重要是这种总相别相啊，这个讲很多文字其实没有用啊，很多文字都没有用。嘿，好，那么呢，就是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上次到很多人啊，由此过啊，所以就变成自信派的这个自信成过失来显示自信派的能力因，也就是自续因啊，自续因也是应成派的不共许的啊，一个不承许的那个角度所以用这个显示这个自信成立的过失应成派不苟同。那看495页第一行，那应成派没有自信成立的过失。那应成派没有，就是用应成因，用他许比量。那这个他许呢，也就是共许比量。所以他用这个他许的话，这个很多中文说，那你他许就应该他错的，你应该承许啊。可是不是他许是名称，是用只是量是共许，不是他许。那为什么用他呢？因为他要排除那个要靠自己的力量的自续因，要排除这个内涵呐、啊，所以他用他，但是内涵是共许，这个文字上呢，没办法辨别清楚，就变成两宗在互相问难，你说你他许，那错了也要他许啊，为什么你还要讲那个要这为什么要纠正他呢？这个就是很多的角度。好，那这里呢，我们就谈到他许比量的部分。然后我们再讲什么言不自见呢？能见他这个角度呢很复杂，因为文字没有讲清楚。那言不自见而能见他，这个世间人都共许，世间人都共许。但是呢，一个不共许，就是说那个承许自证分的，承许自证分呢是言能自见也能见他，如果承许自证分的。那这里因为是用那个这里用的是那个佛护论师讲的，言不自见也不能见他。那这个部分呢，是用那个眼不能这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内涵很多角度，很多角度。现在呢是讲那个有自信成立的。因为佛论讲的嘛，这个有引出佛论的内涵，所以呢，这个呢用应成来角度跟自续的角度。那应成呢，认为只要自性成立眼，不能见智，也不能见他，因为他没有互相关待，没有互相关待，所以眼不能自见，而能见他，就世俗人可以这样说，
但若有自性成立的眼好、的话，还有自性成立的色的话，就不能自见，也不能见他，因为他没有观待关系，就不能自见，也不能见他。那所以这里呢，这文字呢就变成只要自性成立，你讲眼不见智，能见他，就成相违了，因为他有自性成立内涵了。那这个文字没有说清楚。好、哦，那最后呢，这个在498页，《四百论义云》印成派引用的哈、哦，若法有自性成立，先当于自显，是则眼与眼何故而不取？他说，若法有自性成立呢，那变成呢啊、哦，那个如果说眼睛一定不观待他法，能够自己显示自己心事。是则眼与眼何故不取？就变成是不观待的话，不观待的话，就眼能够自见了。可是呢，在次序派是认为眼不能自见而能见他，而、如果你不观待，眼也可以自见了。这是四百论说的，就反驳有自性成立的眼跟有自性成立色了。好，这个文字一直没有讲清楚，很清楚，所以变成好、很多理路啊、他没有讲这个自性，最后是把那个四百论提出来。他没有把扣上那个不观待的内涵，有自性等于不观待，这个部分没有说清楚。我、说文字上也不能自见见他，也能自见能见他，这个都没有讲清楚。所以只要有自性，就是不观待他法。这个一直没讲哈，所以文字很模糊了哈。好，我们看新的进度，498页第三行。好，我讲得很快哈，你们要抄比较辛苦一点。没关系，如果漏掉再问我可以。嘿，我们要每一堂课都有收获了哈。好，可以哈，淑娟可以哈。好，那我们看498第三行。好，现在是刚才是把那个秩序派那种眼不自见他，用自性成立来反驳秩序派的相违了啊，就不观待的话，眼啊不能自见，也不能见他才对。嘿。他们看他中就问若位，若他中若位，如火不自烧而能烧他，所以不自见而见他没错啊，就像火不能自烧而能烧他，为什么说我错呢？他用世俗谛的角度了哈。如是眼不自见而能见他，亦无相违，没有相违啊。他因为重要的是那个因缘嘛，一直没有说清楚，你叫自性成立就不观待，这一直没有说了。所以秩序一下认为自信，对啊，存在叫自信呢、啊，为什么说错嘞？因为一直没有讲，把那个重点一直没有讲清楚。这很多我们跟人沟通也是这样，很多重点都不清楚，都讲那个果相，嘿，那个一般我们看那个有时候那个对话哈，例如说，你不是要个包包吗？好，那我送你当女朋友了哈，你不是要包包吗？我存了很多钱哦。我把那个最好的包包 LV 的哦，或香奈儿的买给你哦，你为什么说不高？为什么不高兴呢？不，女孩子不高兴啊！我这存了那么多钱，好几万块，我存了一两个月才把它存起来，买这个最好的包包给你，那我送给你，为什么不高兴呢？那那个女孩子说什么？我不要。她情绪上讲，我不要，我不要，那不要就走了。可是这样会不会造成彼此的对话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你要那个男的没有问题，你要什么包包？女的也没有说起我要的包包是什么？为什么你香奈这个人家花很多钱买的，为什么你不要？那不要很多种，可能是他疼惜男朋友，他花那么多钱，他感觉浪费钱，所以他不要。一种是说他要的包包不是 LV 也不是香奈，可能另外一个厂牌。可是都没有说清楚，就变成两个吵架后与彼此不见面，从很好男女朋友就变分开了。有这种事没有？很多哦。男的感觉我这样狼心狗，那个我这样心真心对你这么狼心狗肺的糟蹋我，我会这样跟你谈，跟你交男女朋友不值得，男的就这样退心了。有的说男孩子不懂得我的内心，没有贴心，不懂得我在想什么，不贴心，这个男孩子我也不要，也离开了。但是这个事情，这是彼此沟通的问题，小事情变成大问题，对不对？
都有没有时间沟通？所以沟通这个很重要。哼，你要什么？嘿，啊，我，那你要怎样讲？我不要什么？嘿，我要的是够用，不是要那个很名牌的浪费钱，不是追求那个名牌。啊，这个都彼此没有沟通。可是这个事情只要沟通清楚，不是很好吗？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想沟通呢？很奇怪哈，用自己的我来考量别人哈。乐见厌烦啊，那个以自我为主啊，嘿，好，这个就是沟通不良的大问题。世间很多很多，哎，那个，夫妻在挤牙膏沟通不良，离婚的也很多。那教小孩子方式两个不同意见，离婚的也很多。对理财的意见不同，离婚的也很多，对不对？这个都有，那都是哈没有沟通好。好，那这个是他中说。一言不自见，见他没错啊。为什么说相违呢？好像火不能自烧，能烧他，没错啊。以世俗地来讲，没错啊。好，那仲纳是说啊，仲纳是答，答。非是种破火能烧木，也能建设，不是破世俗的火能烧木，也能建设，是破有见，那个这里哈，这个用有见他之性，这个不对，应该是。有见自信成立他，我是有自信成立的见他，要加一个自信成立，那个中央是也没有把说清楚了。自信是体性吗？不是啊，你不能用自后那个法中法师没有从内涵来翻了哈，是破自信成立眼有见他，要加自信成立眼那个自信成立放在眼上面。不是有见他，能见他，是破自信成立眼，能见他，不是有见他，能改成啊，有改成能。哦，是破自信成立眼，能见他。哦，那他把自信成眼见他有没有讲？就不关带，自信成立等于不关带，嘿，这个也没有说了哈。啊，自信成立也没说了哈。即破眼见他之性，那个这个见他之性没错啊，也有见他的体性没错啊，所以这个文字表达不清楚。所以若如是者，若他中说啊，自信成立眼能见他的话。那变成若如是啊，这个如是者就是他中说的哈，他中若如是这个问答哈没有讲他中若如是者哦，就是一个是问一个答了，可是这个文字没有把问跟答说清楚了哈，所以若谓是他中说的，那非是总破是那个应承说的，要去问答。问答好，用把问跟答哈，把它分开好了。这个若谓是问，啊，那非是总破答。那答来到呢，那个那个是破自信成立言见他，那个是答。再是呢，若就是问，好，问他中问了哈。若如是者，你说那个破言有见他的话。那须以火有烧木自性，而为同欲啊。所有烧木的体性，这是没错的啊。而是淫欲腾动所立，不应道理啊。就变成，如果说火有烧木，他说非总破火有烧木嘛。那像是眼能有见他的自性，火有烧木自性是两个同样例子啊。为什么你破眼能见他，而不破火能烧木呢？这样了解哈？因为两个例子一样啊，六是破能火能见他。你说，他说非是准破火能烧木，可是呢，要破的是什么？眼能见他。啊，这两个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破一个，另外一个不一个成许呢？所以问啊，若你像这样说的，以火能烧木自性一样啊，眼能见他一样啊，嘿，而使淫欲腾动所谓不应道理，所以这个没有讲清楚。若如是者，也能见他啊，须以火有烧木之性而为同意，
耳是隐喻等等不应道理。这个少一个啊，若如是者，若如是眼不能见他。如是者，这个就是眼不能见他了，眼能见他不成许了。他文字讲得太简单了，这两个是同样道理呀、啊。眼能见他，火能烧木是同一个体性。可是你为什么呢？火能烧木成许，那眼能见他不成许、啊？这两个是同样隐喻同、等同所立。那这样子你所以呢同意耳识隐喻等同所立，如不成许不应道理。他这个如不成许，在后面如不成许眼能见他不应道理。如不成许眼能见他，很多文字都漏掉了，所以看不懂哈。所以如不成许眼不眼能见他。不应道理，要把这个加进去，才知道在讲什么。好，写，慢慢写哈。所以，汝不成许，眼能见他，不应道理。好，再来问，我就问答问答了哈。问，不对，这个是答，说错了哈，刚才是问了嘛哈，这样是答。为火与木若由自性成立，这个要加成立，不是自性哦，自性是存在的，不能讲自性，要讲自性成立。若火与木，若为火与木，这个答哈，重要是答。为火与木若有自性成立，都是所破。那自性成立呢？不出，这个两个都成立哈。若有自性成立，那自性成立不出体性一或体性异，两个都要加体性。不出体性一或体性异二者，那。若者何为？就体性一跟体性自性成立，体性一跟体性异二者，二者就是自性成立体性一或自性成立体性异那是什么样的道理呢？若是自性成立体性一者，一者就是自性成立体性一，就等于一。一就是自性成立体性一。若是自性成立的体性不关带的体性一，就等于一，就是火。跟木是同一个，那火当自烧，变成火跟木同一个啊，火可以烧木嘛，就火可以自烧，自性成立体性一，那个漏洞在哪里呢？他没有把唯分别之假名案例的缘起先说清楚了，那在破除所破的所破是不关带唯分别之假名案例，在破自性成立。他没有先把缘起说清楚，所以用破自性成立就不合道理，因为破自性成立等同破秩序派的存在嘛，所以你没有把先缘起说清楚，就破自性成立等于是断灭见，秩序一下等于断灭见，而且破的是破自性成立，不是破自性，那这个很多文字都不清楚，因为他们应成派会用破自性，是因为龙树菩萨说的。龙树菩萨在《中观根本会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那是为第一谛，是为中道义，对不对？在《中论》里面有讲。那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因缘所生的破的空，是破外道的常依自在空，不是破哦，内道的空无我执哦，是破外道的。”常依自在空，因为外道认为自在是不关待因缘的，所以用因缘所生来破外道的天主的或是自性。外道的天主等同名称也叫自性，所以破外道的自性，那自性是常依自在，所以用因缘所生法来破外道的自性的常依自在，就变常依自在空。哦，中道，如果龙树菩萨是这样写的，可因盘是把引来呢，中观秩序派引来就办。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的空是什么空呢？
就变成第十成立空。他没有了解龙树菩萨的意趣啊，就用文字来套。所以呢，龙树菩萨因缘所说，我说即是空，这句话就引来用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第十成立空。他把它套用过来，文字套用，但内涵没有去了解为什么龙树菩萨这样说。那因成派就有因缘所生法，就是自性成立空，然后就套用了，不了解对方真正的为什么讲这句话的内容，就文字上套用。那龙树菩萨说无自性，他把它当成，他是龙树菩萨意趣是讲没有外道天主的那个常依自在的那个自性，然后呢，中道士就把它引来变成无自性，就没有自性一派所说的体性。啊，两个自性同样的名相，可是呢，内道的自性等于是作用，那外道的自性等于常依自在的自性，两个不一样。可是呢，用龙树菩萨的理论来当依据，来破自性派的自性，鸡同鸭讲。啊，这样挑吼，很多文字都是很奇怪的，那不懂对方的理路，然后就用自己想法去破了。那应该是要用佛护论师的唯分别之假名安缘起来破自性成立哦，不是破自性哦。好，这个没问题，这个没嘎嘎，这个很多角度都没有对焦。这破的是破自性成立，不是破自性。那自性成立跟自性差别在哪里？自性是境上的体性，是存在的。那自性成立就是境有力量让我的心去了解它，是驱入境。一个是所缘境，自性是所缘境，施设处。那呢，驱入境是施设法。所以你要破的是破那个离所破的驱入境，不是破所缘境。那这个呢，很大的都没有把它弄清楚。哦，所以破的是破自性成立，不是破自性。而龙树菩萨写的那个无自性是讲外道的自性，境的自性，不是境的那个常自在自性，不是讲驱入境。啊，这个这个从来这个大德都没有说清楚过，也弄不清楚了，所以常在文字上绕来绕去的，一直绕不懂，所以应成跟自性完全都没有对焦过，这样可以啊？所以他抓住一个，只要有自性才不关带，可是人家讲是不关带因缘呢、啊。因缘所生啊，是不关带因缘。可是你的那个自性，若因成派自性成立，是不关带唯分别之假名安缘起啊。那自性派的第十成立是不关带心跟境互相关带缘起啊。所以那个缘起不同，他只是抓住一个不关带，就认为第十成立错，自性成立错，就很笼统了。然后我想这样可以没？听懂哈？所以我不是在讲大德错了，而是说那个文字上哈，这个在表达上也不够精准了哈。所以抓住，若是自性成立体性，一就是不关带的体，他把这个自性成立讲不关带，而且应该不关带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的。那跟火能自烧，这个火能自烧跟唯分别心假名安立无关哦哈。他用这个意是跟唯分别假名安立无关哦。这样可以哈，你讲能依所依，就跟唯分别心假名安立有关啊，但是要对一个来，例如说火能自烧，对不对？火是能烧嘛，木是所烧嘛，所以火跟能烧，火对境的火跟能烧的概念，能烧的概念要靠对境的体性，但是是无自性成立的唯分别假名能烧。所以用火跟能烧来比对，唯分不关带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的火跟那个能烧这个概念是自性成体性一，或是火跟能烧是自性成体性一，要跟这个名相才对啦，就是的境跟那个名称呐，而不是火跟木啦，火跟木那是境的问题，能烧所烧那是火跟木是境的问题。因缘的问题，但是呢，名称就变成要分别心安立，就是火跟能烧，或是木跟所烧，用木跟所烧是自性成立体性一呢，
还有目跟所上是身体体意的，才叫唯分别心假名安立缘起的分析自性成立有跟无啦。那、啊、这样用木跟火来讲，都是静的问题，静跟问题，那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呢，不用这个本身它的体性就是外境就存在的，火有能烧的体性，木是被火所烧的体性，这个不用一个分别心去了，自主人都知道。所以要破火有能烧，木火有能烧的功能，这个才是要破的，就是火有力量产生能烧的功能，这个才是要破的。因为火虽然能烧体性有，但是你知道它能烧一定要靠唯分别心才去了解它是能烧，所以火能烧是这个是火本身有能烧的烧热性，这个本身是性本来就存在，你用去了，你有心去了解不了解都它都有能烧的体性。但是能烧这个概念必须要分别心才知道，静虽然有这个体性，但如果你去没有意念这个火能，那个火这不能烧这个意共相的话，你根本不想它叫能烧。看一看啊，火在烧东西，你看一看，你也不会去意念它是能烧的话，你就错过去了。我们常常是看这样啊，例如说我们讲那个啊，一般呢，我们讲那个烤番薯有没有？烤番薯是不是一定下面有个火？它要保持热度嘛。可是我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它的下面有火吗？你在买的时候是买的哪个番薯好吃啊？摸摸捏捏，哪个比较有那个 QQQ 的 Q 度？嘿，你根本不会管那个火，那个热度，那个是有火在保持那个，根本不管。你要注重是这个番薯的那个热度啊。所以这个火本身就存在，可是你不去了解它，你根本不晓得哦，为什么保持热度？因为火在下面有瓦斯火在继续烧。没有注意它，你就不知道啊。当你分别心有注意它，你才知道哦，火那个下面有火在保持温度啊。可是火能够保持温度这个特性，你去注意不去，它都存在啊。但是火是能烧、能保持温度这个功能，是要靠分别心才知道的，意念。所以应该是火跟能烧这个名称是自性成立体性一体，用分别心讲明你。那木跟所烧。所烧是一个概念，这两个是不是自性成体性体？不是火跟木，火跟木它本身是静的问题。这样了解哈？这样有听懂吗？这个因为中那个大德都没有把这个说清楚过，都用火跟木啦，哈，从五蕴跟我，那个五蕴跟我也不是啊，那个分别心假名安立缘起，它是那个五蕴六蕴的四摄处缘起，这小乘的四摄处缘起，跟唯分别假名安立也不一样。可是大的都是用啊，怎么讲？测试气象观察有知跟知分，也都是静的问题，跟你唯分别假名安立也都没有关系。就三个嘛，因缘和合、刹那坏灭、知分整体，都是静的问题。这三个，你心了解它也好，心不了解它也好，它都存在。到独立实质有空，这个才要心去了解它。好，那心了解它呢？这个四摄处不同。缘起就不同。我要把那个内容讲，我看一下。好，我把很重要的问题讲出来，不要再文字了哈，但文字不重要。好，我把那个各宗各派的缘起好抽进，因为这个大德都没有说过了哈。我在一直在思维，怎么会这样呢？就很多道理说不通。我重复讲一遍。再重新写一下。我讲静，上次有写过，可能不完整哈，再写过。那静的体性，哈，这个用体性。而这个体性呢，我们讲的是无常法所缘境，五根之所缘境。那无根成境呢，就是嘛，无常法，对不对？
它有三个体性，好，这个在破太侠也说过了，但是周大师也没有说清楚了哈。第一个是刹那幻灭缘起，好，那这个嘛破常，然后第二个知分，知分，知分啊。哦，构组成整体缘起，那第三好、哦、用因缘和合缘起，因缘和合生果缘起，哦，这是静的问题啊、哦，静的啊、哦，静的体性无常法，所以因为这样呢，啊、哦、这个。龙树菩萨以此三个缘起破外道的自性，破自性。哦，真正在自性。所以变成啊，龙树菩萨说，用中论好了。这空呢是一常一自在空啊，好，视为第一谛。视为中道义，所以他讲的是破外道的常一自在空哦，可以哈。这是龙树菩萨的意趣。好，可是大家内道的都误解，他破是破秩序的自性，不是。好，他讲的是外道那个自性，神我，我讲自性。好，那这个是静的问题，静的问题。那像是内道土呢，不是从静来破的哦，是从了解的方式来破，了解的方式破。所以静的问题，这个是叫什么？失色处。那内道呢？真正内道的，好是内道的，是用施设法。施设处也叫所缘境。好，内道是嘛？是啊，无我的角度。啊，它是什么？去那个施设法。那施设法这个叫嘛？这个叫也叫假有啦。就这个假不是不存在哦。哦，施设法还有讲趋入境的角度。那、啊、这个我角度呢，就变成用施色处缘起，好，施色处缘起。那这个施色处缘起之下呢，每个宗派的施色处不同，所以每。依师设处不同，安立各个缘起。哦，依不同的师设处安立内道不同的缘起而破我执，所以这个师设处缘起是共的，但师设处是什么？
这个要很精准，所以一般大的都没有把它分清楚过，没有分清楚过。但是在那个他们的综艺间有提过，但是他没有加利用啊。很多论综有提过，但是呢，大的没有把它整合起来，没有啊。这一句为什么这样说？没有把它整合，都是这样忽略就带过了。啊、那用龙树菩萨的论来做解释，就很多的角度都忽略了哈。那这里呢，我们就用看的哈，第一个，我们再看呢啊，例如说哈，施舍处也就发混在这里哈，走，我现在走。好，那安立别相哈，总相，那别相，看总相。那别相呢，我们可以分几个哈。第一个，我们讲小圣哈，他一嘛，那个我们分施舍处跟施舍法哈，小圣，第一个施舍处。就是嘛，它是什么？五，那个写一下，五蕴任一。然后施设法不特切罗。啊，所以无我，哎，这个写错了。那这个四色处呢，是我们叫括号一下，实之有。那施设法就假有，好，那施设法呢？因为不同的比哈，黄色，差不多。啊，所以用五蕴论实自由，拉力不特求的假有，所以它就变成无我，第三个无我。不特求独立实自有空，独立就是不关带的哈。哦，这是小圣的，所以重点在这个五蕴任一。有没有问题？可以哈。但是它虽然独立实有空，但施设处，就跟另外写。施舍处100%的力量，
所以变成什么？是虽然是独立十九空哦，但是呢是第十成立。可能写太多会篇幅不够，可能拍照照不下来。好，这样没问题。先把这个了解。所以独立十九空这个都共同的，但是四摄是不同，安立的缘起不同，安立缘起不同。所以呢，这个重点在四摄是不同。啊，但是呢，它因为四摄处这个百分之百量就变第十成立，虽然是独立十九空，但就是第十成立哦。可以哈。两个角度不同，第十成立跟四摄处安立缘起两个不一样的角度，一个是静有没有力量的角度，也要靠四摄处安立四摄法的角度，靠四摄处安立四摄法的角度都叫假有，都叫假名安立。所以假有等于假名安立哦，所以假名安立不是只有应成派才有假名安立哦，从内道的开始小圣都有假名安立哦。所以假名安立是共同的哦，内道共同的，但是一般会把它当成是运程派不共，不对哦，都是叫假名，假有就叫假名安立哦。好，小圣有没有问题？慢慢说。好，义雄听懂哦？比较复杂，很复杂，因为平常大的都没有讲得很细，我就思很多年，我就一点一点把它弄清楚，那把它述说出来。啊，我懂了，我不能要跟大家分享啊。那你看，感觉合理不合理了哈？不一定我对。好，这个是小圣。再看，好，小圣，所以我把无我。好，那第二，我们就是为是。那要呢，我们安立哈，我们这个把它画清楚了，这样哈，没事嘛。第一个施舍处。我该去申请一个专利才对。不是啦，我就说笑话啦，就智慧财产权。那这个施舍处呢，这个我们讲的是它是用那个阿赖缘起。所以那是因为阿赖缘起的施舍处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叫种子习气。所以种子变成阿赖缘起。那施舍法。是设法，我们叫假有一样，包括呢，不特缺，我是讲假名安立，这部分呢，我们讲的是包括不特缺罗及诸法，所以他用的不是五蕴任依哦，他用的是那个种子习气哦，这写错了哈，应该写这十字有，他用的是种子习气，那无我。就是这个两三个无我，就是也是独立十之有，有两个哈。所以这个是什么？阿赖耶是百分之百，所以阿赖耶是无蕴任依，所以百分之百之力。这个不能这样说哈。所以呢，变成第十成立，所以一，所以种子习气百分之百的实力，所以那原成时为什么讲第十成立？因为靠种子习气百分之百之力，所以这个也就原成时也是第十成立，就是唯识中。有没有问题？睡太多。好，我们休息一下。嘿，好，这个就是各宗各派安立的无我。那现在哈，我们有分两个，因为这个在大德哈，不管是广入毗婆舍那，或是遍了无上说，或是入中，都没有把所缘境跟虚入境分清楚了哈。这个很重要，所以大的都是从所缘境来讲无自性成立，这是错的啊。所以施舍法就等于虚入境，那施舍处等于所缘境，
那所缘境，这是以五根支的所缘境来当标准哦。所以所缘境呢，我们就是讲无常法，十色处一定是无常法。所以各宗各派的实质有的内涵，一定都是从无常法来说。哦，只要是常法，一定是色法，因为这个跟五根的所缘境有关，所以每个人案例的实质有的不一样。好像说，那个以小乘来讲，那是一定是讲外境，外境五根支。那不同的是在那个后面中观中，他后面才会用心加进去。哦，一个心跟境，一个是分别心，中观中才有这样。一般来说的所施摄住，都是从五根支的角度，五根支的角度来说。好，那我们看哈。那以四摄住来说，它叫静的体性。在这个体性呢，等同什么？等同自性。好，内道的自性，跟外道自性不一样哦。哦，这个非外道的自性哈，非龙树菩萨破的自性。啊，我要加进去的，哎呀，等一下拍一次。哦，这个是，不是菩萨所破的外道自性哦，内道自性跟外道自性不一样。啊，那个自性体性来说呢，包括无常法有三个体性：刹那坏灭，缘起的自性来破外道的常；那自温缘起来破外道的依。那因缘和合生果缘起来破外道的那个自在，所以在讲龙树菩萨以此三缘起来破坏的常依自在的神我慧自性。那所以在龙树菩萨在中论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个空是讲常依自在空，所以要破这个自性。好，那是视为第一义，视为中道，是讲那个破外道的片剂的。常一自带的那个自信，那个片剂果子，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要讲清楚。好，这个中道这个是破片剂，好，这个可以哈。镜方面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哦。那所以破外道的那个常一自在之后呢，再下来是从内道来破更深的我执，好，把那个片剂的常一自在我执片我泡破完，这样是破内道无我的角度。那我角度呢？这个从片剂那变成，如果是一件独立十九空，变成具身了哈，那不讲啊，因为具身每个片具身的案例不同。那这个四摄处呢？这个四摄处从一个四摄缘起来案例四摄法，所以无我是四摄法。四摄法假有，所以无我一定是假有。假有那样，那从假有缘起来破哈，所以呢变成趋入境，趋入境呢，刚才是所缘境哈。将四摄法是趋入境中无我，那所以那道图呢，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就是说，一是不同的四摄处安立那道不同的缘起而破我执，这样哈。所以虽然是从四摄处缘起共的是缘起，但是呢，每个四摄处不同，在四摄处缘起之下有另外的不同的缘起，四摄缘起是共的。那因为四摄处不同，所以变成有另外的，在四摄处缘起之上，另外安立一个不共的缘起，就别相，就是共的，不共的哈。那么从小乘来说，小乘呢，包括毗婆沙中跟青浦中，他安立的四摄处就是用五蕴灯因，因为他用五根支看的，五根支看到五蕴嘛，或是听到或是想到，这个都是用五蕴来讲。那五蕴任意是实质有，所以安立呢不是实质有五蕴任意的假有，所以呢，它假有是安立，依五蕴任意的安立不特求假有，所以呢，这个是假有不是实质有，就变成实质有空；假有不是实质有，就变实质不特求是实质有空。那独立就是不关带，虽然这关带要关带五施摄处，就变成不是独立。要关带就把独立破掉，然后呢，假有不是实质有，就变实质有空，就变独立实质有空。要关带五蕴，又不是五蕴，这样了解哈？就没有要关带就是讲体性一，
但是呢，又不是一，我们讲体性一，反体一，要了解哈。我不特跟我是体性一，好，又不是体反体一，不是一，啊，又不是反体一，哎，就是体性一，不是反体一，是反体一，就是非即非离啦。它又是体性一的非离，又不是五蕴本身就非即，这样懂吗？非离就是不是无关，叫非，这个离就是离我，就是无关。它不是非离离应我，那也不是无我的酒，就是无应本身，就是非即非离非即。啊，这个名词常常用，可是对内涵呢，有些人不懂。哎，啊，大德也没有说清楚，讲得很清楚。所以无应跟不得酒是非离非即，非离就是不是体性意，就非离。那也不是那个无应，无不就是无应本身的非即，所以叫体性一。繁体意，哎，这个内涵就是这个。好，这样懂哦。啊，这个就是用四摄数的案例，假我不特求，所以是不特求独立十九空。啊，它的四摄数五蕴等于，但是五蕴等于要靠四摄数100%力量才能够知道不特求存在，就变成四摄数五蕴等于有100%力量，就变成第十乘力。靠四摄数100%力量安立假我的力量，所以变成第十乘力。虽然不特求独立十九空哦，那不特求独立十九空也是第十乘力，因为它靠五蕴任意的100%力量而来的。好，对小数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哈。那我们再看唯识，我这个比较复杂，后面那个大乘比较复杂。唯识呢，我们分这个大乘唯识、中观次序、中观应成四三派。那以唯识呢？如果是我比唯识真相中为主了哈，真相中，它有一个名称叫阿赖耶缘起。所以唯识有两个缘起，一个是从种子习气变现缘起的阿赖缘起，一个从如来藏的思想，我们叫真如缘起。这两个不同哦。真如缘起是从如来藏的那个佛性的角度，那如果以中医来说，叫阿赖缘起。所以阿赖缘起呢，它的四摄数就是种子习气。种子习气变现万法，所以让种子习气当四摄处。啊，因为种子习气呢，它要靠种子习气的来安立假有的假名安立。那包括不特求罗也靠种子习气的四摄有变现假有，诸法也靠呢种子习气来变现诸法。所以四摄法包括不特求跟诸法法，所以跟小乘不一样，小乘就不特求了嘛。那大乘呢，变成还要加法无法无我。所以无我呢，变成有两个内涵，一个是不特求无我，观待种子习气变现的，那是种子习气，又不是不特求本身。不特求是假有，种子是实之有，那不特求不是种子习气本身，就变成不特求是独立实之有空。但是重点是跟小乘不一样，在四摄数不同，小乘是五蕴等一，现在唯识变成种子习气，是不同。那法无我呢，也是靠种子习性变现诸法，是人取所取一体空。那重点是讲没有外境的内涵。它法无我重点排除外无外那个外境的内涵，啊，不特求是独立十九空，两个不一样，都是靠种子习性变现。但是一个是从假有不是实之有的角度不特求无我，一个从讲没有外境的讲法无我，都是种子习性变现的这两个都一样，但是呢。角度不同，但因为种子习气也是要靠种子100%力的，所以变成虽然是能取所取一体空或独立所空，但都是什么第十乘力，也靠种子气100%变现的，所以两个都是第十乘力，这样可以哈。好，再看中观秩序，中观秩序呢，它四摄处就不是种子习气的哦，我讲的是那个。哎，进步中了哈，进步中，这个来讲是进步中。好，这个进呢，我们分两个，应该比较复杂。好，这个进呢，分两个哈。如果一切行，没关系，那再拍一次。所以心跟境两个呢，
哦，心呢是主动，这算是重点是这个主动，哦，它跟那个唯识中心是被动的，所以呢，四摄处呢都是心与境，但重点呢，心主动，但境呢有分两个，如果中观之序一切行，就变成种子习气的境，中性境变50%的力量，那呢，如果是境不行，就变成外境50%的力量。哦，不一样，好，所以在这瑜伽经目行两个的境就不同，好、哦，那四摄法也是假有，好、哦，假名安立，好、哦，那这个没问题。那无我呢，它也分不特求无我，是靠着心跟境的四摄处安立假我的不特伽罗，那个就变成四摄心跟境不是不特求本身，就变成不特是独立十九空。这安立呢，啊、哦，境这个两个呢，一个是力量的部分，一个是这个。假有不是实质有，两个角度不一样。那安立呢？哦，心跟境哦，各50%就第十成立，就心是主动。好、哦，那安立这个就变第十成立空。但因为心，所以心有50%的力量，境有50%的力量，所以有50%的力量这个部分呢，就变成自性成立。好、哦，所以变成虽然好那个境有力量这个部分也就变成自性成立。虽然100%没有了，就变50%还有力量，就变为自性成立。所以100%没有了，剩下50%就变有自性成立。即使成立空，但却是自性成立。好，这些方法没问题。了解，英雄，这样有没有清楚？嘿，麦克风，这边是在你不用，讲，你不用进入镜头，哎，你因为他要拍，你不能入镜头，你在那边说就好了。因为在这边太远了，看不太清楚，哦。眼睛。好，你哪边？哪边？这里，这里吗？哎，不是这边那个四摄处，那个实质有空那边嘿，哈，哦，这个是讲说你四摄处本身不是是施设法，不是四摄法，哈。嘿，啊，讲的是境嘛，是不是？哎，就是四摄法四不摄是法，四摄处，哎，四嘿，摄处包括种子习气，种子习还有气，一个心跟境都是四摄处，好。啊，这两个呢，境的部分有种子习气外境，啊，心跟境都是四摄处，所以心也不是不特求本身，境也不是不特求本身，所以叫假有，不特求是假有，假也有，不是心，也不是境，所以变嘿，独立实质有空。独立实质有空，哦，那这样的话，那第二项这边那个中观应成这个第二个那还没个，有讲过，还没讲到中观应成哦啊啊，对了，还没有讲到啊，那这个，中观次序这样有没有问题啦？啊，中观应成等一下再解释，哦，OK，这样我可可以以哈？大概稍微听一懂。好，好，杨同学有没有听懂？别很复杂，你们一文字听懂就可以，慢慢思维了。因为我这个思维很多年了，哎，我思维很多年才慢慢把它理出来的，所以你们是听懂那就很厉害了，嘿。但是文字听懂就可以了，嘿，慢慢回去再想一下。好，中观自信没问题哈，从文字来看，理论上通就好了，嘿，道理没有相违就可以。那第四中观应成，中观应成呢，它施设处就不是实质有喽，因为只要有实质有，表示说有力量了，哎，就有力量，所以它是施设处也实质有空哦，在这里，重点在这里哦。没有是自由的概念，嘿，嘿，那它四摄处是前一刹那的分别之哦，所以四摄处都不同啊。这里讲无因任依、种子习气、心根性，这样是前三的分别之。所以因为不同的四摄处安立不同的缘起，这样可以哈。
所以阿利就是分别之假立缘起，假立缘起。所以前刹那当时分别当四色处，后一刹那来了解。所以四色法也是假有，啊，那假有，因为它本身诸法都是实假，诸法都是假有，因为它没有实之有嘛。因为它没有实之有，所以诸法都是假有。很好，都假有，没有实有，所以诸法皆假有。那无我呢？他用自性成立空，包括不特切罗无我，或是法无我，都可以是同样的内涵，都是自性成立空。因为以下一刹的分别之趋入，所以前面的分别之虽然是存在，但是没有力量，静没有力量，就是包括含那个前刹分别之，都是靠意念产生后一刹那分别之，对对对，要连续，就是好，所以他就靠意念而去入了解，所以前刹分别之是存在，包括心跟相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意念的话呢，下一刹分别心就不了解它，啊，所以必要靠那个意念才能够下一刹分别心了解它，所以前刹分别之也是没有量，不是实时有，啊，所以它就是一切诸法都是假，靠唯分别之假立。那唯分别之呢，是下一刹那的唯分别之，下一刹那。如果你把这个弄懂，四部中义就完全清楚了，因为四部中义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了，而大德写的论都没有把它弄得整理很一个很明晰的角度。所以四色是不同，无我就不同，那四色不同，缘起就不同，那缘起不同才安立所破，来了解无我。啊，这个没有一层一层的了解的话，你文字绕来绕去，什么观待不观待，这个都很粗了，非常粗。道德讲的非常粗了，啊，他用这个龙树菩萨的因缘所生法来讲，很粗了。那个是破外道的自信，不是破内道的自信哦。好，哦，内道自信是不能破的，这个是体内道自信是龙属体性，这个不能破。好，可以没？好，文字上没有问题，你们再想一下。文字太小，因为白板写不下。我再拍一次，好，我再拍一次。这个段落可以了哈，我就不写了，就拍一次。好，这个可以哈，了解哈。我拍到那个群组，你们看一下。新的，自己再腾一次。Hey, 你自己再腾一次，那慢慢思维，那么再腾一次，这样比较记得住。啊，这个你弄懂了，你就哎，就是各宗各派讲什么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大德写的很模糊啦，他写的文字很模糊。Hey, 就很清楚了。好，我们继续咯。那我们再看那个498页，哦，他讲火，但是没有把那个应承曼密子没有把那个只要自信成立不关带那个内容没有说清楚，文字上都没有说清楚过了哈，啊，所以就是很多文字分不清，所以呢鸡同鸭讲。他说哈，哦，那个一个另外这个我们讲问答嘛哈，答。他说打好这个，我们再先把那个第二段492段的第三行打好，就是打应承法。我与目若有自性成立，那自性成立不出体性一跟体性义，那这个呢不用火跟目，这个是错的，这个因为他没有用唯分别心讲明理，所以火跟目的关系不是自性成立的关系。好，火跟目呢是因果关系，所以应该供因缘和合缘起就可以了，跟唯分别心假名安立缘起无关。啊，大德常用这个角度来说了，所以火是因那个因嘛，烧嘛，能烧由火产生，那个火是能啊，是不是互相关带？应该讲互相能烧跟所烧互相关带。啊，如果从啊木烧能生火，那就变成因果关系。如果从静来说，木能生火，这个就静的因果关系。
那若从人烧跟所烧，这个就是说那个心跟境互相关带的关系。啊，这两个就不同缘起啊，人烧跟所烧就是关带缘起。啊，那如果是啊，人烧的木，木跟人烧的名词就是唯分别心假名理。所以这个两虽然同样一个东西，但是缘起不同哦，这样可以哈。如果是啊，由木生火，这个就是因果关系的因缘和合缘起。木生火，那如果说是人烧的人烧跟所烧，这个是观待缘起，中观秩序派的观待缘起。好、哦、啊，如果是说木头的颜色形，木头的本身颜色那个人烧那个木头的本身跟那个人烧的概念，这个就是唯分别之假名理缘起。哦，所以。讲的例子不同，缘起就不同，但是呢，如果讲人烧跟所烧，就变成是观待缘起的概念，是地识成立空的概念，不是那个自性成立空的概念。因为人烧、所烧，人烧还是有力量，所烧还是要靠所烧才能产生人烧嘛。啊，那这部分呢，大的都是没有分清楚了哈。这样没有问题，这个角度很重要，因为大的都没有说过。这个都没有说过，常用嘛？那个妻子车子气象观察什么知分有知，那个是知分缘起，跟自性成立空无关，跟唯分别心假名安立缘起无关。好、哦，那、啊、这个要弄清楚了哈。好，那就变成如果是自性成立体性不关带的体性一，就变成一；不关带体性一，就别别无关。而、如果是一者关那个不关带体性一，就变。啊，木跟火是同一个，所以火应该就会自烧。那互云合成，火是人烧，木所烧，就没办法，因为它是一。人烧跟所烧是一同一个法，就没有人烧所烧。这个跟破自证分一样了，自证又是眼知嘛，那眼知又是所证，那自证又是能证，所以同样一个法，又有能证跟所证，就变火能自烧，这个就变得不合理了。好，这个跟破自证的道理一样。好，若能成者啊，如果能够成立，火能够自烧，今我翻云，我反过来说，翻就是反过来说，啊，今我翻云反过来说，火是所烧，木是人烧，当如何导？如果说你是一的话，那同样一个法，我把它翻过来变火是所烧，木是人烧，那同样一个法。所以它是能烧又是所烧，那我把火跟木是同一个法，那本来是火是能烧，木是所烧嘛。那这样同一个法，我把它换过来说，火是所烧，木是能烧，也没错啊，因为同一个法。啊，当如何打？这样有问题？这个逻辑呀、啊？好，所以若性异者，则无木。那这个是刚才讲体性一，之前的体性一的错嘛？哈，这样讲。若性义应该讲自性成立性义者，啊加自性成立，啊性就是自性成立，义就是体性了，它是把它简写了，啊自性成立体性义者，则无木时火当可得，就是说别别无关了。若性义，性义就是啊自性成立体性义，则别别不关但体性义就别别无关，这个大的很多文字都没有讲清楚了。都是用自己的想的理所当然，就很简单几个字就带过去，可是内涵没有讲清楚，哦，他们大的就空中对话了，可能是他们都是立根的哈。我讲一个字你就懂我什么了嘿。就自性成立的别别观，则没有木头火也可以烧，所以无木时火当可得，就是说没有木头的因啊，产生火也可以产生火。啊，无木时火当可得，就是没有因的木也可以得到果这个火。那现在刚讲是人烧跟所烧，它就又变成因果关系了。这样我讲，它照大的跳来跳去的。下次讲人烧跟所烧的概念，它不是，它现在又变成因果关系来说了。这样我们就是那个标那个对焦没有一直肯一直延续下来。刚才讲人烧所烧是观待缘起，
现在讲说，若别别无关，应该燃烧跟所烧别别无关。可是它变成用木跟火的因果来讲了。这样的哦，这个应该若自性成别别无关的话，无所烧是木，也看燃烧的火啊，也可以有烧，燃烧也可以烧，也可以烧烧烧东西啦。嘿，没有所烧的木，也火也可以烧东西啦。应该是讲那个燃烧所烧的，可是呢，大的要跳到因果关系的，不是燃烧所烧来讲，而变成。没有木头的因，就没有产生，就可以产生火的果了。跳开了啦，缘起又跳个另外的不同缘起啊。啊，你听不？啊，听懂吗？啊，淑娟听懂吗？就跳开了，因为他们抓的不够准啊。他们在理路上抓不够准，燃烧所烧是概念的关带关系，现在又变成没有木头就没有花，变成因果关系的木跟火啦，缘起又变了啦，嘿，缘起又变了所以呢如五马时可得其纽，就别别无关啦，五马时可就是别别无关之故，大家干嘛？如五马时可得其纽，因为别别无关之故啊，这个别别无关之故。好，所以呢，火即烧热性，火即烧热性，那无热何能烧？那个非热就改成无，不是非，无有没有的关系，不是是不是的关系。哦，火就有烧热性，好，那没有烧热性怎么能烧？就是能烧这个特性。是故心，心就是木，非有，是故心非有。那个除木火亦无，所以因为四法论的大德也没有把那个燃烧所烧分清楚，他用变成是从静的因果关系来说了，所以宗大师会这样说。其实大德那个圣殿菩萨他们在这个底路上也没有把它弄得很清楚啊，他大概这样想而已啦，可是那个精准度不够明晰啦。燃烧跟所烧跟因果的木跟火其实是两个不同角度。如是于烧若许自性成立，叫成立。那既不自烧不应烧它。所以呢，活若自性成立的话呢，变成自性成立的体性一，体性一。那一个是嘛，这个就变成了自性成立变成火要自烧啊。好，那既然火是烧就不会自，那如果说火没有自烧那也变成自性成立体性义的话，也不别别有关，也不应烧它。所以谁有自性成立那个自烧这个是不自烧，就是自性成立体性义。那不应烧它，不应烧它就是嘛，自性成立体性义。所以很多角度讲得很模糊哈，就是别别无关嘛。所以讲既不自烧不应烧它也蛮奇怪，这种道理也蛮奇怪。那讲的是说，如果你不是自性成立体性义，那应该也变成自性成立体性义啦，就选一个啦，自性成立体性一就自杀嘛。如果是不承许自性成立体性一，那应该就自性成立体性一，自性成立就不应烧它，因为别别无关啊。所以一个是自性成立体性一的，或是自性成立体性一，这样了解没？他没有讲清楚哈，这个都没有讲清楚。对。
可是火本来就不自烧啊，所以应该烧它。不对啊，应该不自烧是对的啊，烧它是对的，不自烧是对的啊，那不应烧它是错的啊。所以他的讲的那样就是说，如果你是不自烧，就是不是自性成立体性一，应该是自性成立体性义的，不应烧它啊。如果自烧就是自性成立体性一嘛，那个不应烧它就是自性成立体性一嘛。如果你不是自性成立，如果自性成立的话，那你不承许自烧，那就变不是自性成立体性一啊，你不去自烧嘛。那应该自性成立体性义啊，那自性成立不应烧它，所以是用自性成立体性一体性自性成立体性义来说，不是那个自烧不应烧它，但文字没有讲清楚啦。对啊，大的就是很多文字都没有一个逻辑讲啦，他应该逻辑的这样铺陈，慢的讲，把那个逻辑讲清楚，可是大的都没有啦，直接跳过了。所以我们看不懂啊，这样可以没？看不懂就是因为他大德没有讲。这样经过法师解释，我就听懂。哦，很好，谢谢谢谢，我还有作用，不错，还有烧的作用，没有烧，能够让别人听得懂作用。如是若许言有见性，那个有见那个性就是自性成立。有见的自性成立，那既不自见，不应见他，因为不观待，不观待，所以不观待的话就不能自见呢、啊，也不能见他。所以前过相违、哦、前过相就是火这个眼不能自见，能见他那个过失是相违的，相违过了，有自性成立，有想啊、哦、不能自见，能见他。而且有自性成立，是不自见亦不能见他才对的，所以你讲啊，火那个也能不能自见能见他，这个过失相为过没有改变啊，位移就没有改变。好，所以由见如是，唯许自性成立所说过难。好，唯许自性成立所说过难，既能弃舍，只有。自信，这个信就是自信成立中。是亦能知无自信成立，无自信成立，好叫成立。他都没有写过唯分别之假名案例哈，你看都没有写，都从来没有写过。那无自信成立中呢，能作所作，皆系因理。所以能作跟所作都是靠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的、啊、所以变了、啊、无就是讲空无，无性就是讲无自性成立差别、啊、无跟无自性成立不一样哦，无自性成立是唯分别之假立缘起哦，故亦能分辨、啊、分辨这个叫辨、啊、分辨有性，有性就是自性成立，跟有缘起有也不同、啊、有要加个缘起有了、啊、有自性成立跟缘起有也不同，所以无跟自性成立无不同、啊、有自性成立跟缘起有也不同。那又能通达无自性成立之量，叫性就自性成立而能量无自性成立所量等事，所以能量的心、啊、跟 无所量、啊、这个无自性成立都是无自性成立，这个所量是等，应该所量等事，所量就是净了，事就是净，所以无能量、啊、就而能量无自性成立所量等事，应该是讲而、啊、那个而能量所量啊，这个无而无自性成立能量所量等事啊，而无性能量所量等事，所以无性要放在前面呢、啊。而无性无自性成立，好、啊，这个放在而无
无性能量所量等事，这样可以哈。而无性能量所量等事，所以通达火星无自性成立，这个性就是人类之量，彼非限量当许，而是彼量。通达火星数字是不是限量，这靠比量，靠那个互相关的比量。我们现在讲的要继续吗？我们先到这里好了啦。所以有人问，若尔所依因为何等也，我们下次再说。好，对不起，今天有一些事情，可以哦，到这里。